我今天对刀的时候，看一下这个刀格刃啊，跟这里点方位置保持平行就可以了。这个点方或者这个点方位置，这里跟这里平行，或者这里跟这里垂直相对应的啊。留言说放在我们这个夹子的范围，夹紧套里面啊。夹紧套前面就是一个线位，直接推到底，留这边锁紧。说这有点说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磨的角度，你要120或者180、90啊，相对于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架是我们开机，把这个往前面推，这是保护开关，这样开关是再推的推。这个上面开起的因素，我们这个十字性刀。进刀之前我还介绍一下，这里调偏心圆弧的，这位置我们现在对的是10度左右。有人说上刀可刃，有人说我们这位置啊，这个刀可刃跟这里相差10度的位置，参考值是这里和这里高低一点，靠这里调。你这个数字越大，人说前脚跟后脚的距离就拉开越大。我现在调到10度左右。慢慢的向线磨到，往另一个方向去。这个转的还好，两边基本还对称，稍微进刀一点多一点。现在是磨这位置，到可能了。这两对边对称的这种夹角已经磨好了，还有的客户就是需要的人说在加工当中这里开个槽，开槽的位置呢，我们现在找着内角扳手，把这位置开到10到20度之间都可以，打开到这里15到20或者10到20都没关系，那我先停了一半的15。带进以后，我们把电机的头往左边移动啊。要对着三轮中找。那个找的，我们先一个那个线位，这个角度，这是一个线位位置的角度。那我们这个几个孔位，由您自己选择。我可以把写的高一点，要直接把三轮对准线。要开三轮，再向右边移动一点，接近中心一点，那个进刀。换一换一下，先磨一点点，看一下位置是不是对。这位置还不对，还不够。那这样我可以选择再往上一点，把脚的位置再调整一下。这看一下，哦，这个位置差不多了，你看一下，这个位置。那我换再磨这一边啊。这样中间开槽就可以好了。